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，祸患追赶罪人，义人必得善报。昨天我就讲到点解这一生人去到今时今日，其实我是点经历神呢，点样去得到这些祝福。但是去到这一刻呢，我发觉呢，一讲到关于施俗圣灵的时候，我觉得亦需要去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，其实在一个人身上是点样去同佢同工呢，即是点解圣灵的工作是这么稀少的呢，点解到今时今日咁多持续喺教会界关于圣灵嘅同在、圣灵嘅恩赐嘅矛盾呢？吓，咁好多呢啲嘅题目，我想今次一次过同大家分享嘅。而其中我觉得最重要、最重要咧，就系可能到今时今日翻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都唔知道嘅吓。但系问题咧，权威啊呢啲去即系常常涉猎外面教会嘅呢啲教导啊，甚至有机会去外国参与呢啲教会聚会咧，佢就会知道我而家将要讲嘅乜嘢啦。就是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在锡安经历很多神迹同在啊、圣灵的恩赐啊、恩膏啊，这些的聚会当中的伟大啊咁样。但可能你从来不知道一个事实啊。现时呢，全世界仲未叫做有一间的教会。我讲紧是连一间都没有。就是能够呢，是好像我们这样呢，咁自由的让圣灵在聚会当中工作而不产生危险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呢，在今时今日你会发现了很多的教会呢，他们呢绝大部分都是要充淡圣灵充满的。即是譬如举个例子，你的聚会当中明明是灵恩教会，明明是可能是五旬节教会，他们慢慢是不在聚会当中讲方言的。即是不会在他们的教导当中教讲方言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，因为在他们的聚会当中，就算成班都已经圣灵充满讲方言的话，随时都会出事的。随时都会有邪灵压制的。随时都会无端端走人又要入精神病院嘅，呢、这个就系点解咧？历来咧过去呢100年当中咧，好些就算接受过灵恩嘅教会咧，佢哋无以为继，因为太多人出事，太多邪灵嘅问题。我讲紧就而家暂时仲未叫做有一间我所知嘅教会咧，系叫做啊，佢哋喺整体圣灵嘅安全地让圣灵系自由运行喺佢哋嘅教会当中咧，系有益处冇害处嘅。我仲未知道有一间。你话或者唔系喎，好多啊，唔系嘅弟兄姊妹。就算而家举世最劲嘅呢一班，譬如我哋讲紧嘅Rick Joyner， 我哋讲紧嘅 Top Benny， 咁大家都知道 Top Benny 甚至系犯奸淫啊，甚至系跌倒啊咁样。而家我讲紧嘅好多呢一啲最 top 嘅，就算系多伦多复兴嗰啲咧，系最当中啲人扮鸡叫、扮驴叫、扮狗去一号。我讲嘅系真人真事、啊。吓，一啲啊扮猪喺地下碌地，一啲就男人之家就话自己喺度生紧仔 ，laboring 咁样。嗰啲就系点解佢哋唔制止啊？你话嗰啲好多发生呢啲咁嘅嘢嘅人，自己本身系牧师，本身系师母嚟嘅，咁变咗其他教会啲牧师都唔好意思制止佢。咁但系冇人制止啲人，假设就系正确咯。所以我想你知道，你要睇到普遍教会对于灵恩点解却步呢，是其实真的有他们的理由的。因为我现在不是讲紧某一个人不得，我是讲紧教会不得。譬如 Benny Hinn 得的，他带领聚会，他圣灵很 flow 的。但不是说讲紧有教会可以成 group 人，成 group 人去经历神的恩赐啊，神的能力啊。我不是讲紧香港的弟兄姊妹，我是讲紧全世界。所以我在之前呢，其实我身边嗰啲对一就会觉得好好笑，好些人话啊，你开锡安去揾其他更劲嘅教会，咁我哋觉得好好笑，因为我哋心知肚明嘅就系，你喺香港揾其他比我哋更好嘅教会，你揾紧全世界啊，你都唔会揾到现时有一间嘅灵恩教会咧，佢哋喺圣灵充满嘅聚会当中系唔出事，系安全嘅，好多都系因为咁咧，而佢哋会有邪灵嘅工作喺度运作啦。聚会完会之后招选的多个受益啦，好些都有邪灵压制啦。基本上呢，我哋所讲的越极端的灵恩的话呢，你在个聚会当中越见到越多嘢嘅。譬如好似权威佢哋佢嗰个时代，喺佢嘅教会当中见到啲人好似僵尸咁跳啦，喺圣灵充满聚会喎，讲緊一隻僵尸咁跳下跳下跳下咁，咁嗰啲负责人又唔理㗎喎，就话呢个系圣灵嘅能力呀咁样。点解呢？弟兄姊妹，其实点解现时全世界嘅教会普遍99.9999%啊，佢哋全部关于圣灵
运行的聚会当中呢，个个都出事了，很多都让了一些的邪灵在里面运行啊。一啲咧，直成就唯有 down pay 佢啦，揾水冲淡佢啦。啊，正灵中文唔系咁重要啊，我哋唔需要讲方言啦。最紧要就唔可以有恩赐运作。点解会有一大班嘅机要出嚟去写灵恩系异端咧？吓，点解佢哋能够又真系做一啲嘅统计出嚟，统计到真系好些人所谓圣灵充满嘅人，其实系邪灵喺佢身上压制嘅现象咧？吓，即系嗰啲扮鸡叫、扮狗叫、扮驴叫，喺地下点好似蛇咁样吓，嗰啲咧。点解？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嚟到石安见到呢一啲 take it for granted， 习以为常，觉得啊呢啲系应该有嘅咁吓。但系其实你所见嘅呢一种咁样级数，我已经唔系讲嗰个级数嘅恩赐运作啊、能力啊、恩高，我讲紧连一个普通嘅灵恩聚会咧，到今时今日，普遍仲未有一间教会系安安全全嘅、正正常常嘅去运作佢。啊，即系自欺欺人就好咯，出去大家咁读一啲经文出嚟，咁就当系神嘅恩赐运作啦，咁样吓。咁呢啲教会我都翻咗好几年啦，我见识过吓。但系问题嗰啲走出去讲经文人，自己都犯奸淫嘅，自己都跌倒嘅，系咪？因为讲经文啫嘛，系咪？嗱，我系讲紧咧，其实呢一种嘅理念啊，点解喺石安当中唔单止？是在这方面安全，圣灵是自由的运行，不单止在聚会当中就只是被人在地下打滚，不会说有这些不特止，并且我们还可以医治病人，我们 call 到病人出来，这么真实的这些的神迹，为什么源发于在我们教会是会出现得到呢？即是仍然是那句，就是说个别的真的有好些的报道家去做得到，个别的，但我讲的教会是整个聚会里面，带领一个聚会而不出事的模式呢的形式呢，是还没有一间教会是做到的。个人是他们可以即是确保自己安全底下祝福到自己带到聚会。但问题是在整个聚会当中让圣灵这样自由运行而不出事的呢，就其实如果你现在去看回的时候，你就明白我所讲的这个事实。为什么过100年当中灵恩都是在这个问题当中呢？为什么灵恩到最后走回都是宁愿走回到教导里面，不走在神迹聚会当中呢？这么多人去争论，有些人就直成去诋毁、毁谤这些的聚会，那究竟哪个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呢？那其实就是我只是讲这个题目了。这个题目是非常之悠长的分析来的。而事实上我觉得由今天起，我就会以一个特别有趣的身份呢，跟大家逐点逐点去分析出来的。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，祸运追赶罪人，义人必得善报。全能上帝赐恩典，赐不朽的爱，全临在我，要心思变改，言我心洗清感慨，前望去，心满是期待。受烦恨怨已及抛开，众欢笑复来，常存着赞美的心，没尘埃。然我以诗歌轻表心意，神大爱，甘于我内心满载。神垂怜怜爱着我，慈爱恩手牵着我，陪伴我一起经历风波。我主恩情多温馨宝贵，常联系我心捉摸我心窝，祈求上帝引导我，让我一生不走错，侍奉上帝光阴不是枉过。今我要倾出真心真意，全奉献将这爱抱恩全报。